使用 PS 修图时，你是不是常遇到困难呢？想帮女朋友修出精美的好照片，拍照技术一般，想靠修图改善，期望搭讪流行风潮修出完美照，有工作需要却修不出好照片，别担心，这堂Photoshop修图篇线上课程教你修图的技巧。我是龙武老师，擅长各类型的影像处理软体，包含 Photoshop、Illustrator、InDesign、Corel 等，并持有相关软体的 ACA 认证，拥有厚实的专业影像处理实力。影像处理软体目不暇给，本课程选用时下最常见 Photoshop 进行教学，它的功能强大，可支援各种修图效果。课堂上将教你如何让老照片恢复光彩，如何合成特色风景，以及如何修饰人像、缺点等丰富内容，全面提升修图技巧，熟悉软体工具，随心所欲地将照片变得更加完美。无论你是想学修图，或是想从事设计工作，都很合适来上这堂课，一起玩转设计，修出独一无二的精美照片吧。